东西你们两个的手势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同声同气，我手没有事。有啦，有在滚的啦，有泡泡的啦，不是吗？还是那个渣。今天我们来 Angelica 家，然后我们要煮面吃，因为我刚买了一个面，然后我觉得我吃了，然后我觉得不错，我就要给他们两个试一下。曾国城的，曾国城出的，其实有一阵子的话，但是回去好像没有人，我人在黑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想说去买了，然后我就上网买的。如果你要知道是哪里买，我就跟你讲。但是他们没有 sponsor 我，你懂吗？就是他们其实不 sponsor 啦，所以是我自己给钱的，我还过来的。然后我就买他们两个，因为我自己是吃过一两口啦，但是他们没有吃过啦，所以就现在试一下。嗨，我是 Baby Jane。Baby Jane， sorry， 我不要叫你 Jenny。妈，你 Jenny 妈。我们今天来到 Angelica 家，据说他们跟我讲，这个是一个现在目前最好吃的 Maggi 面，叫做中饭。它不是 Maggie 面， Maggie 面是个 brand， 它不是 Maggie 面，它就是一个神一般的面的存在，它就叫做蒸拌面。对。哎 ，Alice， 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蒸拌面多少钱？这一个啊，这样子两个一组，一组79.9。哇啦哇啦喂！我是去店吃更好，这一包应该要10块钱。但是还 OK 啦，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清淡面这样子吃啦，就是它是，它其实有些人那是可以加买。他其实蛮 prefer， 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些葱啊、蛋啊、肉这样子的。但是你想看一下，我已经要快了，我还会加蛋吗？可是他10块钱，他就是不面，还有两包料。哎，他这个料不错一下，你懂吗？就是很有味道的，所以等下你可以试一下。但是我没有吃，我不敢评价。但是我听到我10块钱，然后面跟两包酱料，我有点小接受不到。对，其实我是觉得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面，因为你看它的面筋跟我们普通是那种快熟面不一样。其实它有两种不同的口味，对，一个这个是辣的，然后这个是麻油呢，一个叫做香葱椒麻，另外一个叫做椒麻油香。哎，那个汤呢，它其实有讲到多少，但是我其实没有在 care 啦，嘿，所以你就把它弄上去那边就好了。那就说，中大火。中大火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放了水，然后给它滚，没有滚啊先，然后我们拆开。时间。所以我们在等待的过程，来你们两个就要。在过程做什么？哦，里面还有一个 tray 的哦，哇啦。有一个 tray 这样子，然后一个面哦，还有两包酱料。我觉得一个这个是它的调味料吧，调味料包。然后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麻油。然后呢，你看它的面呢是好像有一点皱纹这样子的，有一点皱纹，有点皱纹底在，有一点底。没有，它中间那边是实体的、实心的，然后它旁边是比较薄一点。然后这样子呢，煮起来的口感，他们说就会比较 Q。突然间发现到哦，它的那个包装那边有写着，这个荣获了2016年的世界十大美食美味面食榜单。OK， 所以姐姐们来把你们的面放进去。好的。Okay. 为了必争起见，我这边还是 set。OK，set 多一个升级版。OK， 6分钟开始。滚了滚啦！碗碟各位。好热 ，OK。都不知道。要白白的。好可爱哦，你看。是的。漂亮那个纹路。哇，果然拿10块钱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很难夹哎，太 Q 了啦！现在煮好了，嗯，然后你有看到它那个面就是，嗯 ，Q Q 这样吗？可以摸一下，我觉得。然后你有沥干的水吗？就是有。等一下，我们倒这些是什么？这不懂是什么来的？乱倒应该是。哇，哎，蛮香的葱味。现在我倒刚才那个葱味，这个就应该是花椒哈。它每个都是花椒。差别什么？会有虫的没虫？哎，我这个是麻油味耶，一个是麻油，一个是鲜葱刺。你嚼劲晕，嚼劲晕的嘛。香哎！那我觉得我这个是麻油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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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果酱不够熟啊！说它的面是很 Q 弹的，然后还有点麻辣的味道。有麻辣，嗯，有麻辣哎，对，嘴巴会麻麻这样子，很香。
咬断它，因为它中间要咬断吸不完，它中间有一个芯的。对，其实因为我这部真的是完全不能吃它的，在我漱的时候我有感觉到有点像，我感觉到有少许的辣，但是还在我可以放，就我都能吃到的，证明还不是很辣。它的面的嚼劲它真的是很 Q， 而且它会让人上瘾。是不是我就讲那时候，你看我现在吃了第二口，很香，而且也是很香哎，麻油哦，有你一捞你汤味，你刚配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是整个麻油飘过来，它是没差别啊，我有吃到差别，嗯，美食家，没有，你要的那个的话，那个它没有了那个花椒的辣味。哦，它是，但取代而之还有那个麻油的咸味，它少了那个花椒的那种麻辣的感觉，但是它的咸味，它麻油的咸味比较重。嗯，比较适合 baby 吃啊。但是那种中末偶，我觉得这个比较辣哎。这个香葱椒麻是比较辣的。嗯，椒麻葱，你们记得有葱是比较辣的，然后这个呢麻油，你认得中间那个麻油是没有这样辣的，但是它还是有微辣。如果是小孩子 baby 吃一整包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。没有妈妈会给 baby 吃这个面。baby 吃这个baby 可以吃那种。白痴。可以选择性的不要放这样多啦，我觉得。我可能大家可以找半包就好了。啊，对，适量就好。没关系，它不是有两包，一包是黑色的酱油，然后一包是这样子白色的。嗯，这是那个辣油。不是白色，是 orange 色的那种油，那个可以倒一点点就好了。不用倒完，倒完全部都是油来的。好肥的感觉啊！真的。可以总结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个面的质感如何？真的很好吃，虽然贵了一点，我愿意花这笔钱。但是你会喜欢哪一个口味？两个都喜欢。两个都会买，嗯，两个都会买。79你会买？会，我就比较实际一点，我觉得我会不顾很久买一次，然后我吃了过后啦，哦，可能我又会可能某一个时候重大节叫或者朋友揪我，所以我才会买哦，就是我会特地花70多块去买两包，精明消费者，两包 high class 的拌面。如果他是要过期了，然后你才有汤了，你会买？就买了马上吃咯。 OK 一包那个大概要40块耶。对，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耶，40块耶。我买的韩国面都只有10多块、啊、我就觉得贵了耶。我是觉得很 subjective 的，有些人觉得好吃，有些人觉得还好而已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可以买啦，就是但是你要我长期供应这些东西的话，我是不会啦，因为我也是蛮经济的人啊，我也是会买金蛋面的人，都这也是普通都吃就可以了，你们可以去买 try， 我会放个 link 在你的一个地方 ，OK， so 你们可以去那里买，他们没有帮着我，然后他们也没有帮着他们，总之就是我自己掏钱买的。那我们是真实的 review， 对，我们是真实 review， 因为没有明天，对， so, 就这样子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